即马虾米拢会当卖掉，我就是要讲啦，你若有才调，你就卖甲我讲。无唔对，平村的名中有两男一女。老反正啦，那呢我即马就当所有人面头前请你即个招牌啦。我嫁入你娘家时阵，我就已经有心啊啦。志良医生是老爸，唔是阮平村，是阮世雄。你上好紧来叫你这幼校的后生答应我离婚的条件啊！啊，若无我甲阮志良协商，啥物拢卖，干那要按恁五家名声来陪葬。这个丑闻，我绝对会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将所有真相拢公开。阿妈，阿妈，我不准，我不准你。康姐，阿妈，阿妈，今仔日若不是阿美华离开，都是我老杨英离开啦。两个新妇，你敢来会当选一个？老杨，你卖过乱好不？一点点啦，我即马是甲卡强你讲话啦。杨姐啊，嘛拜托你卖为难卡强好不？好啊，那安尼你就照你答应我去做嘛，马上给我死出去。今仔日因硬我来做女主角啦，好因大家来恭喜我甲冰村一翁一某白头偕老，安怎？你有法度来成全我？无法度成全我嘛，不要紧啦。只要靠上选择你，就换我来成全你啦。我无成全你啦，我讲会到，做会到。大妈，志涵，你若无想要让人骂，你上好先点点。靠上，你会当公布答案了无？玉英啊，你敢一定爱用这种方式来逼我，你才会甘愿心？阿嬷，你莫这么激动。卡强啊，你要讲我逼你也好，讲我对黄家死心，对黄平做欠薪，拢会用的，只要你欢喜就好啦。你这个好女的后生，搁在外口偷吃，你敢真相搁一摆对不起我？我心嘛是决定要显摆，甲话讲我清楚，甲关系摸清楚，安尼敢唔对啊？玉英。你若真是要用这种方式来逼我，我才卖会跟你讲清楚。我选择的是美华。多谢你的答案，阿嬷。其实你这个答案对我妈妈来讲是一点啊都无意外，而且我母仔囝嘛早就已经做好离开黄家的心理准备啊，所以你放心，阮绝对会尊重你的选择，嘛会满足你的意愿。也毋过，我同款要要求我这位爸爸，有哪尊重我妈妈离婚的选择，满足伊离婚条件上的意愿，爸，好不？维持原判，超爸百回给您。陶耀英，你若是同意，马上签你办手续。爸，这是你的原判，不是我妈妈的原判。你应该也记住我妈妈所提出的离婚条件。黄志良，人讲钓到鱼，都要知影收水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捌。黄志良，我知影你捌真济道理。也毋过，我甲我妈妈即摆用个讲是真无补贴无路，所以今日阴暗，我嘛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。所以，请你甲爸爸千万毋通怀疑阮母仔囝的这份决心。就算我爸爸肯答应，我嘛会反对的。元志啊，志良，请因两位想看卖，卡将捌教会恁的提、牛、忍、耐这四字好无？那呢，为什么恁家己无爱去想这四个字的？退一步到海阔天空，安尼敢是真好？你莫讲啊！超爸百岁，加上超人的保险簿，这种条件太过离谱，我无可能会答应。安尼就无法度啦，今仔日阴暗，算一点爬坡咧。志良，照咱的计划行。阿妈，你的指鼻倒数，敢若有一点仔退步？
有一点仔算唔着去呢。不可能！你莫批评我的姊妹投诉，我绝对袂算唔着。哪里你敢有算准？冰村也有两个后生。大爷，回宫。伊若是连枪法大会都无想要滴，你做伊讲。我即马啥物拢会当卖滴，我就是要讲啦。你若有才调，你就卖甲我讲。无唔对，冰村的名中有两男一女。老反正啦，哪里我即马就当所有人面头前请你即个招牌啦。我嫁入你眼家的时阵，我就已经有心啦。志良以前是老爸，唔是冰村。是阮世雄，你这样袂讲实的。阿妈，阿妈，你若是唔相信？你会当问你这个做乌龟做三十多年的后生啊？伊伫拢知影，而且伊嘛甘愿做乌龟。冰村，是不是真实的？好生答应我离婚的条件啊！阿拉婆，我跟阮姐聊鞋当，什么拢卖，干那要阿恁五家名声来陪葬。这个丑闻，我绝对会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将所有真相拢公开。阿妈，阿妈，我不准，我不准你！卡姐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卡姐，卡姐，卡姐，丽华，进来，欢迎卡姐，你干嘛你出来？